看看，你看啊，我是那个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的黄金贼，然后对付孙策大军。你看啊，他的人有黄盖，那个第一个右边那个，第一个就是黄盖、陈普、张昭，我是不懂张昭为什么上这样子。再来是孙策，他那边有孙策他本人，还有周瑜。你看，基本上吴国的大将全来了。当然了、啊，那个甘霖什么的都还没到，然后在甘霖那时候时期还没在那里。然后我这边呢是何仪、何曼跟在喜都还巩都，巩都对，然后和我的守城的人加起来是将近2000人，那对方是2500。但你想想，他已经派倾全部之力来打我，我只是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黄金贼而已，竟然来消灭我。所以我势必要挡下来，我不打守城战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兵并不适合现在当守城兵的，我的兵反而是适合伏击的。那我们来看看我能不能打这场战。开始了，然后我真不懂我什么人开始讲话了。停 ,stop, 想说什么人开始讲话，这是我的部署范围。这时候我是看不到周瑜那一边的人，那个家伙，那个美洲狼，他长那样，嘟嘟。然后右边是孙策，周瑜和孙策在这边，我是没有看到他，这里有更多的人，有1000个。黄盖那边，他都是老将，都是黄盖和陈普，他们这里有1500。然后我呢，我的援军也在后面，知道吗？这是我援军，绿色是我。我的部件是这样的，我想说呢，把他们引进森林里面，因为我已经有游击部队在这里了。躲在森林里面说，来吧，黄盖。然后我这个部队有个特殊技能，就是他们绝对士气不会降低，全部都嗑了药。这就是黄金贼的实力，全部都说我们不怕死，战胜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要打，没有那种不嗑那种嗑药。然后接下来，其实我其实不太懂他们盖这些箭塔干嘛的，他们是来打我的，我又不是打他们。所以他们还是要过来我这里。然后我的何曼和我的巩都两个都是基本上都是等于是开无双的大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黄金贼把这两个用的这么强。然后骑兵在旁边策应准备，因为我这一站不能打太久，我这个地方不能打太久，我这边还有援军。好，就直接开始。然后我这里呢本来是隐藏的，但是我故意让他们丢小刺刺，就这个荆棘吉林啊，吉林丢刺刺，让敌人知道我们在这，所以有点是引狼入室啊，他们是狼吗？我知道，引鱼入室，对，他们是鱼，江东鱼没听过吗？然后他们就发现我们了，他们底下就会大军来包围我们这三个人，三个人是什么鬼？三个部队，大兵接近。然后孙策这边我是不太懂，就周瑜他们慢慢来慢慢来，那孙策可能说我乃小霸王江东小霸王爷伯符，然后一个人往前冲，你看他直接冲过来我们那边。然后这边骑兵直接第一批先来撞我们，我的人全被撞飞了，但是我的人命够硬，士气也够高，所以呢基本上只死两只。这边骑兵也过来了，他们想要绕路包，然后我发觉到不对劲，我的援军还没来吗？你太弱了。好，这里我开始布阵。快出口，休得自取其辱。你太弱了，休得自取其辱。哦，这里啊，我刚没用到。这里呢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？黄盖突然丢了炸弹，把我的兵全被炸死了。这时期竟然手拿炸弹的，我还没看过，他就用炸弹把我炸死了。黄盖，你这家伙。对，然后我的一个部队已经基本上少一半的人，对，你看60人中18人，但是我的部队有个好处就是，好，对 ，stop。我的何曼他准备使出他的大绝招了，注意看哦，他使出，拿起出来吗？我在等你使出来，出来吗？事到如今还敢妄称天使？使出来了。他使出了万箭穿心，万箭齐发，是在自取其辱。你们看，他射了多少人呢、啊？来，我们看看这一箭，他杀了72个人。你看他是不是开武装？已经有人溃逃了，他们全部吓一跳。哇，左边有人开挂，他们有人怪物。啊，对，哇，神捕与黄盖在杀我的人，但我这些兵是防御很高的兵，所以我并不怕。
那你一定会觉得，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兵拿来送呢？不，你也看到我已经开始弓箭的乱射了嘛，开始火烧森林呢。你们全部人都在森林里面，准备烧吧。那、啊、这时候呢，孙策也冲过来了，继续上吧。孙策在那边用弓箭扣射我的人。记住你面对的是何人吧？哇塞，孙伯父突然这样说，记住你面对的是何人吧？然后我的总督现在往前冲，他使出他的绝招了吗？他使出他的绝招了吗？还没，他冲进来，他现在冲进前线，他使出绝招，使出来，还没使出来，他有绝招，砍翻他们，杀！然后我发招，这里不太妙，将军都在这里，我是不是要将军对将军会比较好一点呢？所以呢，黄盖与巩督就杠上了，绝招，你看，就是说大地。大地的咆哮，连很多兵死掉。可是我发觉到他也震到我自己的人了。那我震到自己的人是怎么回事？没关系，我们重点是火烧森林这一部分。你看这一烧啊烧啊烧啊！你看那卡马部队不知道干嘛，这是卡马部队，卡马部队为什么在卡马部队呢？我不知道。那烧烧烧！再一次河曼这边，河曼直接跟孙策杠上了，跟他来单 PK， 跟他来 PK。尽情厮杀！然后孙策就想说，想跟我小霸王打，你是谁啊？河曼，我连三国志都没看过这个人。的确，三国志你找不到河曼这个人。我说光荣的三国志游戏里你找不到这个，但这个人强得不得了啊。然后弓箭兵怕骑兵，就前面的骑兵去撞啊，他们跑了，你看哦，为什么弓兵在最前线？然后就骑兵撞开，所以为什么骑兵都在后面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都会先后而上，因为为了牵制弓兵。啊，这边我一直火烧火烧，他们就一直烧。你看他们开始放烟雾弹，他们开始害怕了，他们想说哦快逃，一直被烧，哦一直烧。然后呢？你看嘛，人被烧了，你就会怕嘛，怕了就会逃嘛。你看白色骑士，他跑了。不过像我的那三个部队，我说过了，虽然已经没什么人了，这三个部队就是士气是100，完全不会降士气，他们都是嗑了药的，他们都是吃了那个黄金的那个符咒，然后全部都不会怕死这样。所以这一边他们已经有大批的部队已经跑走了。然后呢，我的白波勇士，哎不对，是白信几枪，好，全部杂兵，杂兵往前冲，杂兵往前冲。哇！全部往前冲，然后陈普，我自己不太懂，他是不是冲过头了？想，我们杂兵们开始要往前推，切这些正在躲在烟雾里的懦夫们，你用烟雾弹开什么玩笑？然后我这些那个英勇的嗑药兵们，全部都往前冲了。哦，那种游侠，你说别跑啊！因为你看那个旗子还没有完全成白的话，代表是说他还没有真的退，他等下退一退还会回来。然后这边让孙策也是处于在森林里面给他烧，可是孙策好像不怕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他在火堆里面。孙策站着给我砍了，孙策站着给我砍是什么意思？我慢慢想说，小看我，我可是无双哎。然后孙策突然来对付我的骑兵，这里我的布阵也开始换了，因为我那边基本上已经打完了，上面那边已经打完了，现在要对付这边的。看火烧森林，烧呀烧啊！然后呢，在森林外的人呢，就有这叫兵天敌。那我现在看到我的百姓团，果然是百姓团，百姓团退了，退什么退啊？另外你们是赢的。然后这是工兵还在射，工兵射我们森林里面其实没什么用，因为树会挡着箭，所以呢伤害会减很多。那跟我的这个箭不一样，我箭是助于要火烧森林。哦，这里，我们两个在 PK。在大军之中，两个在 PK， 来吧，孙策，我 PK， 看我使出，哇，孙策使出了霸王枪，哇，他使出了大地的咆哮，你也会大地咆哮，结果等一下他用完大地咆哮，他再跑了，孙策跑了，然后河曼就对他，孙策说你想跑，跑去哪？哦，孙策讲，好痛啊，然后大军，孙策大军来了，我突然觉得不太妙，这时候应该使出那一招了，看我的。万箭穿心，万箭齐发。你看何曼，何曼这一次的万箭穿心好像不太优势，才死了多少？但现在他把荆棘丢在我身上，好机车啊！然后他，你看他丢荆棘，他丢一堆荆棘在这里。哦，快跑！快！然后我就开始退，因为我觉得我那一波万箭穿心，万箭齐发，他换他使出万箭穿心，万箭齐发。哦，何曼，快跑！我们被火箭这样射，可是其实基本上好像一箭都没射到，对，一箭都没射到 ，good。然后他们孙策退，他们大军也过来了，他们主军退了。你看这里很好笑，张宏、张昭和周瑜，全部人在一块，这三个军是在一块，在干嘛呢？然后周瑜的能力其实在这一战比较没有什么用处，周瑜能力是可以看出森林里面有没有常人，
然后我这边，我基本上那时候我忘记管这边了，因为我觉得这边比较重要。开始做弓箭，让他们靠近之前，先射死他们。然后我这边主动挡弓箭的兵，看哦，火箭来了，哇、哦！怎么挡箭？啊、哦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的。然后就是白托不老兵，他们老吗？他们也不老啊，为什么是老兵呢？然后我前面基本上就是当肉盾的在挡，因为他们是专门挡箭的。然后这边也是挡，可是我后面是射弓箭，万箭齐发，射射射射射射。看近这里，他们就冲过来，然后一直被射。哦，弓箭！进攻！你看这边部队都还没到，都快死光了。火箭射下来，他们撞上来了。那我这边有个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里有人冲过来，所以我这边会有一个小部队这样子，就是像是堵这个门。然后闪电兵，我基本上摆一个门的地形。那我何曼又要去搞事了，又要用万箭齐心了吗？加快速度！敌军士兵正在退逃，他们被箭射到跑走了。啊，一直被射，好痛啊！我们没有盾牌，为什么往前冲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的君主有问题。明明有嘟嘟，嘟嘟在搞事啊，嘟嘟。那这边他们是火箭兵，会比较麻烦一点。速度前进，我倒还好，我的兵士气一直往，因为我有这个，这家伙可以，他会帮大这附近的人加士气。然后敌人，你看，基本上全都包围我的暴那种白袍老兵了。白袍老兵现在被破甲，又被突袭操控了。不过我刚刚用的技能是让全部人士气增起来，哇，防御也增高，所以基本上就当墙壁，然后弓箭兵一直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白袍这里要用大绝了，哇，又要一次了哦！这里这么多人，万箭穿心，一箭齐发。但是我发觉到一件事情，虽然我射了很多人，也射了很多自己人，你看我自己那一排，你看。刷自己人一排，自己人，你想说打人自己人，这个人 ready fire， 加速前进。然后何曼说 I don't care， 然后就往前冲了。然后我让何曼去骚扰对方的骑兵。你看，那射箭射的已经让我的人全部在烧燃烧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这些弩兵是拿盾牌的，所以他们挡不住。结果何曼直接去骚扰，觉得哎别闹啦，你们一直在搞我，尤其这个射火箭的。速速前进！这是我狗子在哪里？好、哦，狗子，我狗子这里发呆。赶快，赶快！他发呆。向前进军！我后来叫他，你看我叫他，可是他没有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时候马不见。动作快点！哇，他直接只能是烧我人呢、欸，他直接烧我的弩兵呢、欸，还有弩兵的士气增加。然后我这边，只是用一个包围的战术，就是两个去包一个兵，这样会比较有效率。然后这个我记得我有一个没弓箭了，他们没弓箭了，然后就要去补箭，是会射完的好吗？箭术高手，他们也是没弓箭了。好，暂停一下，然后看这边哦，他们使出，他们想要直接攻略我们的工兵，反正我们工兵其实也没弓箭了，所以这基本上一进战。然后我的河曼呢，就在这边一直闹他们的工兵，即使他们在烟雾里面。在比赛在打斗的时候我是看不到的，然后我就干扰他们。那他们军师不知道为什么被我赶到出来，他们军师三个一直跑来跑去，我也不懂军师到底在干嘛，他们的军师在干嘛。不像我的军师，你看我的军师何仪还可以冲过来跟他们 PK， 你看何仪想说哼玩那个关东呢，刷。那工兵基本上你看红色的图案叉叉，那是弓箭有多少的，弓箭都快没了，我们不知道射死了多少人，一射。然后黄盖这边，黄盖打这么久还没退啊，他还在这。然后接下来再看看黄盖。然后陈普这边也很好笑，陈普在这边一直跟我的骑兵在那边跑来跑去，好像说将军，我们来又打又打，然后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，听到吗？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他们要一批冲过来了吗？哦，他们又一批没了。白色旗子代表不行了，我河曼来了，对，你是狗毒，不是河曼。快！哇，你看他一锤有多少人飞起来，呜呼！你看他们这边还在挡，呜呼！他们是弩兵，但他们有盾，这是我特殊弩兵。速速前进！看他们很多兵退了，你不觉得？大局已定了吗？他们虽然将军众多，但那种兵基本上都死光了。你看，看，基本上都全部退光了。这个也是，这个还冲过来。
一击奇遇受到伤害啊！他刚冲过来了就退，我的兵已经往前冲，不管了，冲就对了。拔剑杀敌，我又没弓箭了，死士一剑哦，这里孙策跟我的合脉又杠起来了，来说来啊，孙策来 PK 啊！对呀、啊，孙策是 PK 了，孙策是跑了，孙策你第二次跑了，你果然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他光敌军，消灭敌军，砍他，何曼砍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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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剩一滴了，砍他一下。孙策落马，孙策战死啊！这点能耐吗？你看何曼此刻狂妄自己，就这点能耐吗？把他加速前进。你看张昭和张宏看到说，哇，我的军主挂了，快跑！啊，何以这边追杀这些还在跑的人。这时候只有周瑜一个人，你看周瑜他的能力是士气绝对不会降，所以刚好就成为他的弱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全部人要干掉他。你看黄盖陈普都退了，全退了，只剩你了，周瑜。我想看看你能做什么。周瑜啊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你还在那里做甚？嘟嘟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嘟嘟想说，来呀，我可以一打全部人，我的嘴炮，来，你有种来呀，有种来呀，你们来，出来 PK 啊！哇，还有马踢开我的狗兔，你看我的人出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哦，撞他撞他撞他，打他打他打他。打他上来啊！他被一个我的这个军士而已干下来，毫无骨气，嘟嘟毫无骨气的嘟嘟，嘟嘟挂了，大获全胜。好，我将近2000，损失大概快1000了，800左右。然后他们是全军覆没。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。说黄金贼弱的，黄金贼都可以开无双了。你看，你看我那个什么？断剑穿心，你看我的河曼，从左边，他杀了232人，我的河仪132人，我的拱都104人，我的天哪，他们真的是黄金贼吗？他们黄盖也是，丢炸弹太可怕了。好，那这一部就到这里为止，我接下来是会继续播类似的影片，那大家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